姥姥，姥姥，我自己回来就行。你看，还费亲自接我。大孙子上大学，好不容易放假了，姥姥不是想你吗？飞呀，你看谁回来了？刚要打电话问你们到哪儿了。哎呀妈！哎呦，我的妈！大儿子来了，妈看看，哎呀，怎么又瘦了呢？看看你。 回去回来呗，给妈带什么礼物。哎呀，妈不缺围巾，好几条呢。那是秋裤。你买这破玩意干什么？我买的。你买这破玩意挺好啊，妈。那个妈呀，这一堆全是你一个人买的呀。可不嘛，你看看，这叫引力波抗癌秋裤。老二。 你买这么多，得花好几百呢吧？哼，好几百，就这一条秋裤8000。老二，那你出手也太阔了。花你妈钱怕啥呀？女人嘛，就要对自己女儿狠一点。<笑>别跟我提钱，儿子，你看妈嘴是不是起了个泡？嗯，哎，我爸呢？妈，是不是我这段时间没在，你们俩又欺负我爸了？ 不可能！你爸过得好着呢。小鸡炖蘑菇马上出锅，这鱼小点，可能你们仨有点不够吃。仨人？爸！儿子！爸！哎呦，爸！儿子！哎，爸！你咋瘦成这样了呢？你看我爸伺候你俩伺候的，都成什么样了？ 儿子替你做主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就大声的说出来。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。小田，说那没用的干啥？赶紧来做来。儿子，妈跟你说啊，你爸这一天呢是上午刮大白，下午刷厕所，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。不是，我做这菜怎么吃着有点串味呢？嗯，那个儿子，你尝尝爸亲手做的手抓饼。那个我吃饱了。 那你们吃吧啊，我回屋了。哎，刚回来就进屋啊！这是妈给你收拾收拾去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收拾就行。不是，你们把我这屋当仓库了？你不是常年不在家吗？腌的都是酸菜，没啥味儿。<笑>那行，你出去吧，我睡觉了。那还跟小时候一样，老二哄你睡啊。那跟你老二睡啊。老二，你睡觉声贼大，一点声音没有。 老二，我，喂，哎，小林呐，啊，到家了，放心吧，3000块钱我肯定想办法弄到，等假期一过，咱俩就能出去旅游了，你就等我好消息吧啊，爷，爸。 爸，哎呀，爸，干啥工作呢？在这儿，别装了啊！我妈早就出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那个爸啊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啥事儿？借我点钱。儿子是这样，就咱们家的家庭情况跟别人家还不太一样。别的家那是男主外女主内，咱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。那你煮啥？我煮粥。哎呀，你看这。 就跟我说话，你这是爸，等会儿，来了来了，你来，哎，等我，就3000块钱，你咋那慢呢？那东西又不沉。哎，老二，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？还记得那秋裤吗？初心款了，咱们每人一条。儿子，你看妈嘴泡是不是又大了？嗯，别看了，进屋是秋裤。哎，爸，那个粥煮好了，有糖、无糖，还有三分糖的。哎呀，爸呀！ 我发现你现在在咱家这个地位急需有个人保护你，我决定了，以后我保护你。太够意思了，这啥意思啊？保护费3000。行，不贵，市场价。但是现在是让爸没有，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，一定给你，行吗？成交。哎呀，咱不到啊，哎。
人家是晚上不睡觉，白天醒不了，那玩意儿才怪呢。打扫打扫卫生吧。哎呀，这多好！哎呀妈，这才9:30，你干啥呀？哎，你是你的，我说是我的。哎呀，那你这样我还咋睡呀？不睡了。你不睡了？那我也不收拾了。妈，今天几号了？你这日子过的也都颠倒了。今天腊月23了。腊月23了，儿子，你看啥？小红包，小笼包。哎呀，来来来，你来来啊，来来来！哎呀，这小笼包是给你买的，这是好吃的，赶紧趁热吃这个。那手是什么东西？哪个手啊？那个手。不是，没东西啊。没东西都掉地上了，也没动。这是工资吧？下次直接交工就行，不用特意套个红包啊。吃笼包吧。谢谢领导。哎呀，爸呀，你咋这么不小心呢？儿子，爸彻底废了。没事，我再管我妈要吧。那个这样啊，爸管你叫声哥，如果你方便的情况下，能不能给老弟也要1000块钱？没问题呀、啊，老弟。太够哥们儿意思了，感谢啊！一天别总在这玩手机，说多少遍了？这孩子就得说他，工作去了。甜蜜的工作，甜蜜的工作。妈，那个我跟你说点事儿呗。没有。不是妈。没有。你知道我要跟你说啥事儿啊？你就没有？除了要钱，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有。儿子，妈也跟你商量个事儿啊，咱能不能别老跟你爸学啊？你看你爸一天到晚除了瓶瓶罐罐，就是洗洗涮涮，要么就围着个灶台转，能有啥出息啊？不是妈，你这么说我就不愿意听了啊。我爸是因为爱你，所以才把家里打扫得这么干净。哎，看我爸把窗户擦得多干净。哎呀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整着没用的可厉害了。来吧，你们爷俩那点小心思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都你俩呢，给你。谢妈。没事啊，咱家2楼。哎，妈，你干啥去啊？干啥去？给人修车去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看我多不容易，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。哎呀，你可拉倒吧，你这个坑节你这受伤了，我看呢你就纯属为了躲着干活。谁不干活？谁不干活？只要心中有活，怎么都是干，还谁不干活似的。干不干？儿子啊，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儿，你咋捡钱字儿呢？我不寻思能捡点钱吗？啊，天福，哎，你看看姥姥贴的这个意味着啥？这意味着福到了。哎，姥姥，看我这个，有没有啥说法？这是倒贴钱。姐呀，姐。过年好啊，姐呀、啊！来了，舅老爷，那个新年快乐，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那小词儿背挺熟啊，早给你准备好了。谢谢老爷。嗯，那个是多少？3000的。真好。包饺子呢？哎呀，挺好啊。你舅老爷的重孙子一会儿来，你作为长辈，多少得给点儿。小孩嘛，不用太多，500就行。那行吧。那个啥，都别玩了，赶快进来。来啊，齐刷的给你太古老拜个年，1、2、3，整！太古老，过年好！哎呦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！这红包都准备好了。哎呦，谢谢姐。还有你小叔呢，来1、2、3，整！小叔，过年好！过年好啊！一共7个哈？对，5、7、3500。
对对，这是你给我那3000。对对对，还大五百。对了，行了，那个啥，我还有事儿啊，不耽误了。孩子们，下一站你四姨老家，咱们撤。走了。哎呀妈，那个老朱，哎，饺子来了来了，完了，成片汤了。哎呀，老公啊，今天过节啊，放你一天假，不干活。谢谢媳妇儿，妈过年好。妈过年好，过年好。你这啥馅儿的呀？尝尝你这个。天福啊，哎，妈在箱子里给你放了10斤南果梨啊，回去别总自己吃，给老师同学都分一分。另外啊，这个不许熬夜啊，9点半必须睡觉，10点那是肝排毒的时候，听没听着？记住了啊。儿子，爸不送你了，干活呢啊。那个妈，我走了。走吧。我真走了。走吧。哎呀，不是我走了，你给我点生活费啊。老给你生活费，你生活就废了。另外吧，妈是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就不送你了啊。妈，你又咋了？口腔溃疡，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。天福啊，你看姥姥给你带的啥？磁感线切割手套。姥，你又让人给骗了吧？骗啥呀？冷的时候务必给戴上，戴上以后不仅能调节身体的酸碱度，还能抗癌。姥姥祝你身体健康，走吧。行。那我走了啊，妈，我走之后你对我爸好点。哎，儿子，不懂，我俩关系好着呢，这是爱，家和万事兴。你现在不懂，你长大你就明白了。行，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小林，那个钱没要着。哎，别问了，回学校再说吧啊。行。